大家好，我是包子，今天是个烤全羊。我们先把羊固定在副驾驶，一定要绑好，不然一会儿就掉在炉子里面。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烤炉。哎，放木炭。用木炭不是普通的木炭，要中国木炭。我们开始点火。锅也烧好了，我们把它放进去。羊肉烤的，时间可以往天气去。烤的差不多了，改改刀，放点调料，先刷点料。撒上点辣椒就差不多了。翻过来。把另一面也刷上。你们不知道吧，烤全羊是赵国最珍贵的客人的。太香了，我们还有篝火。